哎，你好，林美儿曾经被您性侵过，请问是否属实？林美儿所说之事呢，纯属子虚乌有。他们提交律师信了，我也得做点什么。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？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。你有证据吗？如果没有呢？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制造证据了。小心点，叶林森，他是别人派来专门查李敏儿的性侵案的。李森，带我走。姑娘那边出了点小问题，记住，您可是拿了我钱的。我有事想请你帮个忙。给我跑！快点！他都快查到我头上了。这孙子路数不对，来了也不打个招呼。来了就来了，有什么招呼好打？下手轻了是吧？啊！左总不好了，出什么事儿？你搁那厂子被警察蹲点了，带上几个人，现在给我走。合着你啊，一直在利用我是吧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都说话。他一没证人，二没证据。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卓成，他涉嫌跨境卖淫，转移风向够快的。走，咱们玩点刺激的去。叶林森。